锅具故事馆。很绵密，你这一直喝就好。很多人在讲说，我每天都在吃木耳，你木耳绝对没有办法像这样细分子。将鱼汤熬成浓汤，就是那些好温。哈哈哈哈哈。其实你还没介绍呢，你已经几块钱两千块了。还有你，值得我去珍惜。有你在这里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也许。你们干嘛？为什么手上拿着锅子呢？哎，因为我们来到帝王故居故事馆。哎，我们防疫期间呐，都喜欢在家里自己煮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因为自己在家里煮比较健康，比较营养啊。没错，是的。鼎王锅具故事馆是台湾第一家以锅具当故事馆的。那我先介绍一下鼎王公司啊，鼎王公司成立1987年，到目前为止有35年的历史啊。我们大部分都在百货公司设柜，有两个品牌哈，第一个是 DW， 就是属于锅具类的。那比较有名的就是妈的故事鹅妈妈哈，大概在台湾应该有20几年的历史了。其他有代理的日本、美国还有意大利等知名品牌，另外一个叫 TNC， 就是属于家居用品哦，譬如说晒衣架啦，还有清洁用品、其他购物车等等啊，都是国际知名品牌。尤其是 Mawa 哈，在台湾已经生根了大概10-20年，那在德国是第一品牌，也是世界第一品牌。好，我往前走。徐总经理介绍这么多锅子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，尤其是那个养生奇迹啊，我特别有兴趣。是，而且听说这个养生奇迹得过很多奖哦，而且销售成绩也非常好。耶，太棒了！那我们欢迎徐总经理进场。好，欢迎徐总经理。谢谢大家，来请各位就坐。其实要改善酸性体质，最简单的方法，来，我们2个礼拜就可以搞定了这个东西。柠檬，来，我们第一项机器要见证了哈。这一台机器我们刚刚有讲到过哈，所有的总共可以做200道以上的，但我今天没有办法做200道给各位。好，你要做冰沙冰淇淋，或是我们家里要做生津饮食，都按这一颗，啊，就按这一颗，按什么？这一颗叫做果汁。果汁。哦，他会讲话，来，我们给各位听一下啊。其实你要介绍台，你一盖拿定2000台，我懂。因为这是我们竹科的工程师设计，那台湾厉害就在这里。你前面要跟后面讲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好，现在直接给他打。时间要打多久？20秒。后面有时间会递减，各位可以看到哈。好，递减哦。来，8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20秒到。来，请问各位旁边几度？15度，对不对？刚刚讲到过，我们家的果汁机没有温度可以看。来，我们给各位见证一下，来喝喝看。你只要喝2个礼拜以后啊，找一个蚊子很多的地方去洗，你会发现，哎呦，蚊子不咬我了，我要恭喜你了。酸性的体质改善，只要你酸性体质改善，你会发现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你精神就会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来见证一下第二项奇迹。
各位有没有喝过豆浆？有。各位注意听哈，只要你有喝过比我好喝的豆浆，你只要告诉我在哪里，我这一台机器不用钱送你。我们现在给各位见证哦，第二项奇迹哈。来，我们先给各位看哈，我的黄豆没有泡过，洗一洗就好。这才叫真正全世界最好喝的豆浆。这边豆浆，豆浆，好，按开始。豆浆开始。刚刚的黄豆，哇，看一下哦，很烫哦，请你一定要注意哦，吹一下再喝哈。那豆浆要喝的安全，就是它没有皂素，它的皂素已经挥发掉了，不能喝。好，好不好喝？好喝哈，真的很好喝。等一下我们后面都可以哈。好，我们给各位推荐一下，如果有三高的哈。这一台机器一定要鼓励他买，在这里哈，3块到5块而已。好，我们现在哈，把它放到这里来。各位一样哈，木耳非常简单哈，这样直接把它放下去。那家里面哈，这个想减肥的，或者是早上上厕所上不出来的，每天都要吃益生菌的，其实木耳里面有非常多的膳食纤维，你可以做。一样哈，按照我刚刚介绍，加红枣，加枸杞，如果也只是平常要保养，你就是通通把它加在一起也没关系。很多人在讲说，我每天都在吃木耳，木耳绝对没有办法像这样细分子。来看一下，哇，很低了，很低了哈。你这样哈，只要你喝它哈，家里面哪有说不健康的哈？曾经这样表演过，我们底下都非常有钱。我卖过最高的记录1320台，他的话都绵密，对，很绵密，这样。你就一直喝就好。我等一下哦，会让各位除了喝之外还有吃的。买我们这一台机器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拍张照。明年的今天，如果你变老了，你来找我算账。但是你要吃哦，你这个买回去都不用。变老了找我算账没有用哦。这样东西一定要吃哦。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，再加上鲜奶，叫做南瓜拿铁。我们这两个在食谱里面没有，因为我们叫秘方。你只要一个礼拜吃两次，一次350，啊，350就好，啊，你们不要吃太多，我这个会变年轻，我天天高喝500，不需要，喝多了没用，啊，大概是250到350之间，我们一个礼拜吃两次，明年如果你变老找我算账，啊，好，我们现在哈把南瓜放下去了，然后再把鲜奶。最好是偷过子的鲜奶，如果你要加全脂的，因为要给小朋友吃，请你鲜奶最后再放。全脂的鲜奶因为有脂肪，所以它会给凸出来，所以你最好是买偷子的鲜奶。好，我们打开来，一样按浓汤，按开始，15分钟就好。好，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啊，来，我们也给各位看一下。这一台机器一次可以10道菜，你们可以做披萨，可以煎鱼，可以炒菜，可以做料理，可以煮饭，可以吃火锅。这个哈跟这一套是整个的哈，所以各位哈买回去以后哈，这一个烤盘你只要把它拿起来，然后放上来，各位看一下啊，我们的设计很厉害啊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啊，它马上会变的哦，它变的就不是刚刚的界面的哦，你可以听一下啊。煮会保温料理它可以煮火锅，熬什么汤都可以，煮饭都可以。哎，这句话许多人不一定都要当这后面，我们所有的老人家大部分都缺钙啊，因为我们的钙质流失都非常，尤其是女生更年期之后，钙质的流失是在最弱势。来，各位，我们欣赏一下这一条鱼哦，我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。这一条鱼哈，来给各位看一下啊，鱼鳞、鱼骨头，而且它是生的哦，切。最好你买新鲜的来，是昨天买的，因为今天买回来不及哦。买回来我们还是会放冷冻库，啊，鱼要放下去了。来，各位注意看哦，冷冻的哈，15分钟以后
你就找不到遗里遗骨头，通通找不到，都在汤里面。对对对对，来，注意看哦，我这条要放下去的哦。好，放进去了。我很多做阿公的，做爸爸妈妈的，家里面只要有即将要到这个花艺区，一定要买一台，因为花这个钱不会很多，小孩子成长不会长长，所以做爸爸妈妈的，其实我们很鼓励哦，我们愿意投资在下一代哦。这样直接的把它按鱼汤，鱼汤开始，好开始。那我们也不要理它，十五分钟之后，你可以换跟鱼丸一样的骨头。耶！一八不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我们总经理要来出作业给大家啦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希望各位回去把录影带筹备，下次我们再让各位来实际的去体验操作的方式跟讲解，我相信各位都很棒，加油！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信心？有。还想看我们到各行各业去体验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